实具有60多年历史告诉我们，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，我们将全面贯彻"一国两制"、"港人治港"、"澳人治澳"、高度自治的方针，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，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。 履行职责，支持香港、澳门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、推进民主、促进和谐，坚持"九二共识"，反对台独，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。 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，对任何人、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进行的分裂国家活动，十三亿多中国人民、整个中华民族绝不会答应。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，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。民族强盛是同胞共同之福，民族弱乱是同胞共同之祸。两岸双方应该胸怀民族整体利益，携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打拼。 朋友们。